就像是 COVID-19 一样，你以为消灭它，结果它又变种跑回来。你看到现在那个胖友吗？肥胖子，他现在比深深整形失败那一次脸还要肿。今天这群人呢，就是很难得我比叶叶秀更不想要面对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想说，结合一个我最讨厌的形式，看能不能来个负负得正。所以没错，接下来马上进入你一直想要进入但没有办法进入的单元——鬼丁啊，不对，哎。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我们要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议题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谢和弦。谢和弦这个人就像是 COVID-19 一样，你以为消灭他，结果他又变种跑回来。你看他现在那个胖脸吗？肥胖子，他现在比深深整形失败那一次脸还要肿。岩上谢和弦。其实吕世轩有一个饶舌团体叫做违法，各位凭什么？谢和弦、栗子、孙生的妈妈，哎，这个舞台中随便抓三个都比你还要违法吧？这乱取就跟谢和弦的感情状况一样，乱取。有一天我看到他的直播，在吃那个熊棍棍的火柴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哎呀，他是魔法少年假修哎。其实吕世轩有一个饶舌团体叫做违法，各位凭什么？谢和弦、栗子、孙生的妈妈，哎，这个舞台中随便抓三个都比你还要违法吧？对不对？乱取嘛！你这乱取就跟谢和弦的感情状况一样，乱取。大家不知道那个孙生妈妈很喜欢玩网络游戏，她每次的职业啊都要选盗贼。孙生，我觉得你要跟妈妈讲一下，选盗贼可以，但要记得点敏捷啊，不然每次逃跑都被抓到。那我跟和弦其实我们有合作一首歌叫《飞行少年》，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的直播，在吃那个熊棍棍的火柴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哎呀，他不是飞行少年哎，他是魔法少年假修哎。岩上谢和弦单点喜剧大片独家首映，只在哈咪 Video 看网红馆。